连身裙、西装、布面料三个色，装红色，小闷袋，还有我身上穿的 midnight blue， 整件是西装布面料，有弹性的 ，OK。可是看好啊，这个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个 midnight blue cutting 是比较小的 ，OK。助理的话，这两个色 salmon beige 和这个 bridge red， 助理是穿得到 M 的。可是如果是这个 midnight blue 的话，助理是需要穿 L size， OK。有口袋，左右两侧口袋是方形的。隐藏拉链是在后面，由上往下啦。先看它前面的款式啊，前面的纽扣是款式来的，不能够开。然后前面这个口袋呢，口袋的款式啊，它口袋是在左右两侧 ，OK， 拉链是在后面。肩膀一样是有公主袖桌折，瑰丽的公主袖桌折。现在助理身上穿的是 M size 啊 ，OK， 啊，对，这个色的话我穿 M。最显瘦的颜色就是主播身上的蓝色啊，要显瘦的话就拿主播身上这个蓝色哈、毕竟这个哈 M 来说，它是先生名它是会比较贴身啊，因为它是属于它像是比较索要的款式来的、啊，这个是说我穿它是贴身，可是不会不舒服，还是勒着什么之类的，所以说跟我的尺码一样，我身上的这个色还有这个啊，这两个色可以选择 M， 蓝色的话你就需要带走 L size 啊，然后身高我的身高是160加，刚好是乞丐下一点点的长度啊，这件给那些说不喜欢太长的这件非常是，它也不至于说短到是这样子的，还是有到乞丐以下的一个长度，所以喜欢这样子的小四方领的，整体它会有比较显瘦的效果，然后选择长度都不要错误，今天西装面料连身裙应该就是唯一的一个唯一的一个款式啊，所以找的连身裙，尤其这种西装面料的。不要错过这个款式哈。OK， 你看我穿这个 midnight blue 啊，是比较贴、比较紧的，它紧的时候会不舒服。可是前提是，如果你一样跟我的尺寸一样啊，你选这个 midnight blue 的话，你不介意贴身的话，可以穿 S， 不然的话，我就建议拿 M size。OK， 我就拿小分 batch 给你们看。一说 M 来讲呢，助理的腰是78 ，OK， 那么这个的 M 我们是建议到76，所以你看我穿腰这边是会比较贴身的 ，OK， 它是贴啊，可是我拉的话是还可以拉得到啊，只是说它比起如果是这个尺寸78来说，它会比较贴，所以可它贴得来，它不会不舒服还是什么勒着是不会啊，所以说跟我的尺码这个款式啊，这个色还有另外一个是。Seven Dash 啊，这两个色可以选择 M 啊，前提是说你要接受腰贴身，蓝色就需要 M size， OK， 所以说毕竟我是算是一个 2cm， 整体来讲上围腰围还有臀部能接受贴身，多一个 2cm 是可以哈、啊，这个款式。面料是有弹性，它下摆是属于大 A 小 flare 的裁剪就对了 ，OK， 它不是那种大 A 小 A 小 A 小 A。小 A 小 A 的裁剪，所以我们有提供 hip 的尺寸啊，所以你看我们的尺寸啊，虽然它这边下摆是这样子小 flare 这样子，可是我们是有提供 hip 的尺寸给你，因为我们怕等下这边跨这边你会觉得，所以因为也要检查这边 hip 的尺寸就对了。所以我身上换了 salmon beige， 你要比较性感的颜色，可以考虑带着我身上这一个 salmon beige， 有口袋啊，它是左右两侧斜口袋。前面这两个口袋的款式来的、啊、design 来的，不用怕会包纽之类的，因为前面这边的纽扣是款式来的 ，OK， 拉链是在后面由上往下啦。总之，刚才助理身上穿了一个装红色和我身上这个 beige color， 助理是穿得到 M size 就对了 ，OK，S 到 XL 哦，可是很像 XL 的数量很少耶。谁要 XL 的话要快啊，因为这个 XL 的数量很少 ，S 和 S 的数量都很少。OK， 小文白小来，我去快速的换装红色给你们看见。所以颜色方面有三个色，然后就是说。最少从 S 开始，最大去到 XL， S 跟 XL 数量大概就是一到两件啊，所以说 S 跟 XL 的顾客你们要到动作快啊，整体来讲我们有的量只抢到一到两件而已哈。亮的红啊，可以带一点带粉这样子的红。
我身上的妆红下白属于一个这样子小 A 的裁剪就对了 ，OK。有口袋四方领，不用怕说你铺下去的时候会走光，是不会的。它这边是弄得很服帖的就对了。像刚才讲的袖子这边是有公规律的公主袖桌子，然后这样子小的收，这样子收袖拔一样啦，袖口都不会有问题啊。基本上像助理讲的，只要助理穿得进的。对啊，暂时没有试过顾客穿不到啊，因为不要叫我去连买就穿得到嘛。因为助理讲他手臂是很粗的。如果你们看直播的话，尽量不要 inbox 下单哈、啊，确保拿得到的话回来直播这里下单哈、啊，不用怕。不要一波下单就对了，来回来这里直播下单哈。OK， 今天的第一个款呢、啊、，HDF 23，价钱是83，对吗？对，价钱83呢、啊，最小的码是从 S 开始，最大是去到 XL。这两个色啊，砖红和这个 Salmon Beige 助理是穿得到 M size 的，然后这个 Midnight Blue 助理是需要穿 L size， 所以下单看好啊。因为这个款式有两个尺寸，就是这个 Midnight Blue 的尺寸会比较小。面料是西装布面料，有弹性的。如果你上班想要穿的比较端庄一点的颜色，比较职场感的话，就建议你带走这个 Midnight Blue。想要比较性感的颜色，就带走这个 Salmon Beige。而么三个是比较亮的颜色，就是这个砖红色。OK， 今天的第一个款式，没有的话我就换下一个款。下一个款式，你不想要换吗？换了吗？嗯。哦，没有，再到你那边，你敢啊？49。下一个款式上衣啊 ，basic 的 cotton T 的上衣 ，OK， 数量很少而已啊，要的话都建议你们直接直播下单。每个色大概一个3到2到。